哎，进来，师傅。哟，副总来了。小栾。哎，那不行。小栾。副总，请坐。哎，我要表扬你。哎呦，师傅您，你现在穿衣服已经可以了啊。现在行了。你记得不记得，窦骁说第一季的时候开始，我挨个跟你们大伙聊天。对，挨个过堂嘛。啊，这个一晃这一年了啊。这个其实好多热心观众不了解你，学美术设计画画是吧？嗯，专业是干这个啊。为什么最后要上这儿来学相声？这个相声是我从小就爱听的，然后呢，就突然这儿有相声剧场了，然后正好赶上又招生，我只不过就是我想学一学，如果要是兴趣班呢，不耽误您这儿呢，我就学学，要学出来那为更好。但是我还真没觉着我能会学出来，也可能就是。老师会教吧？呵，这句话说的都很受用啊。你比方说，这当初我们被灌口的时候，你就想着这个拳头必须要收回来，打人他才疼。你老在这儿，老的他不会疼的。这还记着呢啊！反正就这些都是我记忆犹新的。但是一说这种话，我们都能懂。对，我把这俩字儿准备是给你的，诚信是吧？哎，希望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啊。我多多讲诚信，哎，因为你这个位置还跟别人不一样，不管是跟师兄弟们、跟外人打交道，方方面面，这诚信两个字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。是，我觉得你已经做到了诚信，但是接下来还要继续。好，好不好？应该的。这我不给你，放在我这儿。但是呢，你要记住这俩字儿。哎，最重要一点就是谁问你也别说。哦，记住了吗？好，天可不早了啊。好，哎，回去吃饭吧。好吗？那我走了，咱就由下一位过堂吧。好的呢。来，哎，冰冰师傅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快来！哎，我觉得瘦点了，是吗？哎，你太瘦了呀，小孩儿。我这就是不知道，这老拍戏不让运动，就是这褂子好看，是吗？我昨儿特意挑的，终于有你了哈。啊，开心，真的吗？开心，真开心，真开心，是吧？你今年多大？我28了，是吧？你都28了啊！我跟您那年才18，你来10年了啊！哎呦，感慨啊！要不说说相声熬出来不容易，就在这儿了。我这么多年见着您，我还紧张呢，是吧？我也紧张，我这怕你咬我。啊，我哪敢？这个一晃。第二季了，头一季你来了吗？我来了，来了六期了，头一季就你六期了，哎呵，太棒了，头一季有，这就是因为你是我外甥，是是，我求的人是节目组，哎，我还给您买好吃的，交女朋友了吗？交了，哦，行好，那什么时候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来，让他探班来啊？这看看舅舅来呀，这得听您的，这眼里边都有家长啊，啊，是是是是，那行，那好吧，啊，嗯。这一年有进步吗？觉着饭量上肯定是有进步的。嗯，太平歌词唱怎么样了？有，唱我听听。哎呦，怎么就是上来就唱太平歌词啊？还没准备好呢，师傅。等不了，等不了。是还是去年您教我那个？唱我听听。对，回去我还真是细心的也听了一下，嗯，然后研究了一下，他说的没用的，然后就练习了一下，唱，快唱一个啊！昨日里阴天为水寒，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，是不是有进步？你就唱，比去年声音洪亮了一点。唱，你是没吃饭现在说。好家伙，哎呀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啊，先治治你这感冒啊，还是好一点，你去年好一点，曹和阳让我很满意，现在啊，嗯，谢谢您吧。来德云社之前并不叫小四啊，对，我师娘赐的名字是。那会儿戴个小眼镜，曹和阳，然后你师娘说是小四眼儿啊。打着小四眼儿隐身成小四，再后来好多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喊四哥啊，他可不知道这四哥是怎么来的。对对对，是从戴眼镜来的。对，嗯，哎呀，好让人感慨啊！你今年多大了？30了，是吧？我的天哪，你都30了，少爷？可不。哎呀，我赶明儿找着你小时候照片，交给节目组，让他们看看你小时候啥样。哎，我儿子那跟就这一模一样。我瞧瞧，看看能乐吗？绝对能乐，绝对能乐。我的个天哪！
其实我儿媳妇长得挺好看的，但是她也没打过你们家这个基因。烧麦饼干这俩人太包袱了啊，跟你小时候特别像。相声还有困惑吗？最近演这几场下来，有，我老想走沉稳或者是什么高端范儿或者大师范儿，但我发现我走不起来，我一走这老泥，我一这么演上台那种感觉吧，找不着，就比较迷茫。这个不是个着急的事儿啊，首先说要调整一下，确实是对的。你看你站在那儿，你要不摇晃了，你就不会说话了。有点这个，只不过就是你想没想，有一天你要六十了，这老头站台上还那样，这得多讨厌。对，所以说，未谋胜先谋败，知道吗？就是现在台上你能这样干，你以后台上不行了怎么办？先想想自己不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要考虑周到一点，这不得上品吗？我发现这个，你很适合演戏，是吗？嗯，挺适合演戏的，这就奠定了以后你这个两条腿走路。哎呀，又能演戏啊，又能喂马，哎哎，没有相声，没有相声，白努力了。来看看这个，这什么呀？双腿，什么意思是？就说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有两条腿。哦，行，好不好？一条腿希望你把相声说好，一条腿希望你在演戏上面有成绩。哎呦，贤良，嗯，这个贤呢，换成那个贤惠的贤呢，它是一个专业的名词。嗯。我们借了一个谐音，希望你那个弦儿啊，弹得越来越好。好、啊，希望你那个相声呢，不敢说做的优，最起码也得是个良。嗯，我一直保持。聪和，聪是代表着聪明，和是代表和气，希望今后还是如此。得嘞，谢谢您。狒狒，什么声音叫狒？叭叭。这是你的特点，哎，狒狒，你看第二个狒那个口大哈，大口就是让你嘴张得大一点，哇哇，把你的这个艺术特征弄得更明显一点啊。好，好嘞，是吧？你就按照牙夹来念就可以了。首先说你这个大白牙做得好，是，哎，这个钱不白花，哎，牙夹为雅，人骨为俗啊。相声嘛，啊，要把它做得雅俗共赏，其实这是对你艺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啊。记着俩字啊，您放心吧。丽品，嗯，你叫张丽民，希望你上品。好吗？好。耳饼，嗯，也是饼儿，啊，都说你是儿徒，啊，儿徒其实是跟儿子是一样的。写这俩字呢，就是说明咱爷俩的关系，啊，你可能跟其他的徒弟有区别，就在这儿。记住俩字了吗？记住了。行。我把它放在这里面，现在先不给你哦。好，哎，但是谁要问你俩字儿是什么，你别跟他说。我不能说，别告诉他啊。行了，天不早了，快走吧，去吧。那我就不耽误您了，走吧，儿子。